没想到你们家还挺难找的。是呀，你爸，进来啊。平时不是这样的，里屋特干净。 一定是我爸帮我收拾，我给你倒水去。别切了，哎，来了。这怎么回事？不让你收拾一下吗？昨天中午我接了个急活，放心，很快就拉走啊。啊，同学，让你同学先喝口水，好吧？啊，那个，久等了，喝点水吧。谢谢。 家挺特别的，是吧？天哪，快来个人救救我吧！未来来了，欢迎欢迎啊！路上累了吧？哎，你看这家里……啊，要不这样，阿姨带你去外面转转，咱去买点东西。好啊。你确定啊？我们家附近没什么可逛的。没关系，阿姨，你想去哪儿？ 保证是你没去过的好地方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全程百货，分布只要2元一件。多么惊奇的画面啊！全校的男神未来此时竟跟着我那朴实的妈妈来逛两元店。未来，怎么样？没来过这种好地方吧？走，跟阿姨进去转转。2元一件，真正的优惠，真正的实惠，我们相信你。放学。 香奈儿、LV 都是大牌。哎呀，我们这小地方什么东西都有，给我便宜点呗！啊，打个折。你看，我老来你家买东西。不是大姐，我这是两元店，你给我讲半天，他便宜一块钱。这么难说话呢？你再这样，我以后不来你家买。是啊，我们出去等吧。等吧，阿姨一个人放这不好吧？那你自己等吧，我走了。你太没还价了吧你！